是 FM 96.7。谢谢阿姨，这里就已经说完了，放的就是啊。好，最近啊正值梅雨季节，一连多日雨天，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出门携带雨具，防止淋雨感冒哦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。下雨了还不跑去，为什么走着淋雨啊？笨蛋。阿姨，给我两瓶可乐。哎，谢谢。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想再淋一遍。早上好，这里是江一小时 FM 96.7。今天啊是新学期的第一天，听众朋友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用崭新的面貌去迎接这一新的旅程呢？友情提示啊，人生中最特别的记忆将从此刻开始缓存，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不同的人生好像，是不是觉得神秘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悬念，新朋友、新挑战、新故事，你在期待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期待着你哦。现在就从此刻出发吧。苏苏，握手。另一只。哎，真乖。起了。哎，舅舅早。能不早吗？一大早五点多就跑到我房间里哼唧着要出去，结果出门以后发现一个小伙伴都没有，又着急回来。不乖。拜拜。我妈给你的。你这黑眼圈什么情况？我昨天逛附中的贴吧到凌晨。贴吧有什么好逛？当然是考察新学校的消息了。哎，快走吧，要迟到了。我听说啊，新生中有好几个厉害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反正我打听出来最有名的两个，一个叫张悟让，一个叫悟然。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有名啊？成绩好呗。我们学校成绩好的也不少啊。所以肯定还有别的过人之处。哎，再快点，我们要迟到了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说吧。叫什么名字？几班的？问你们话呢。苏在在，高一九班。江家，你也是高一九。同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同学，过来。学长，洗洗澡。看几点了？叫什么？学姐，我不说是吧？张路让。啊，我不是、啊。名字这儿写着呢，还不是？记下来，他叫张路让。哎，张路让，就是第八那个。你和他们一样都是九班的吗？其实是。知道了，九班的。愣着干嘛呀？赶快回班呀！哦，好。李浩。到。冯梅梅。到。徐婷。到。赵文静。到。迟到的两位同学，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江家，申江的江，少好家的家。好，请坐。我叫何玉，玉佩的玉。另外一位同学呢？
我叫苏在在，就是那个在一起的在。你就是苏在在。你中考英语考了满分是吧？啊，是。好，坐下吧。厉害呀你了！哎，我叫王楠，初中三中的。我叫付瑶，我最怕英语题了，以后你能教教我吗？行，我以后要麻烦你的事儿肯定也不少，一句话的事儿。老师，张璐让还没来呢。张璐让，他是一班的，来咱们班干嘛？啊，一班。张璐让到了没有？哎，来了来了。你是张璐让？王阳到，韩正到，林茂生到，张仁礼接着说，你办好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迟到了，在校门口被值日生拦下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很紧张。没事啊，这不关心你吗？主要是我听说咱们学校如果迟到的话会被记名字的。没记我。没记你啊。那就好，差点出现在我张了。你不觉得你今天对我有点过分的热情？有吗？还好吧。而且你今天的热情里边带着一丝心虚的成分。有吗？主要是吧。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干嘛去啊？广播室。广播室。我越想越不对劲。你说张璐让干嘛冒充咱们九班的人？我觉得可能是记错了。我猜他就是故意的。我听说之前有人迟到，所在班级都要扣分。苏在在，咱班就你的衣服钱还没交。啊，好，马上吧。我钱包呢？捡到个钱包。有什么证件？没有打开看过。得打开看一下，里边可能有证明身份的东西。哼，我就说让你看看吧，非不看。我记得早上明明就放口袋里了。仔仔，你先别急，要不我先帮你把钱垫上，然后你再。然后我们可以去广播站播寻物启事，万一是咱同学捡到了呢？你学生卡有没有在钱包里呢？在的。哎呀，那不就简单了？学生卡上有照片，有名字的，谁捡到了，打开一看就知道是你了呀。但是我学生卡没写自己的名字。那你写的谁的？就是。现播报失物招领一条，附中刘亦菲同学，附中刘亦菲。请速来广播站领取你遗失的钱包。谁叫附中刘亦菲啊？我还附中吴彦祖呢。附中王祖贤，幸会。幸会。哎，那个钱包我先不找了。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吹透了气。这么着急啊？好的。苏太太，附中刘亦菲是你吧？确实是我。附中刘亦菲。是。看一下钱包有没有少东西吧。嗯。张璐让，顾然。所以这个钱包是他们捡的。两个男生送过来的，刚走不久。张木让不是我们早上遇到的那个？现在来得及，快啊！快点，快点！
干嘛呢？我还没看清楚呢。固然。是他，他叫顾然，你认识？我之前在小卖部见过他。啊，关于军训的相关事宜，我说的也差不多了，下面说一说纪律情况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这么重要的日子还有人迟到，刚刚教务处通知，今天迟到被记名的同学将在军训基地接受站岗惩罚，总共有九个人，咱们作为重点班竟然占了两个。有的人不仅迟到了，连自己的班级都记错了。怎么这么想去九班啊？我先报一下名单啊。我们班张路让、顾然、苏在在、江家，明天军训罚站的时候好好站，争取精神面貌第一。明天早上八点学校门口集合，大家注意不要迟到。你什么时候改名成顾然了？在你改名叫张如让的时候。军训都在一起，应该还会碰到顾然吧。太热了，别的班都走了，怎么还不来？什么时候开始了？怎么还不上车呀？哎呀，这么热，老师呢？这么热，同学们，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，咱班的人有点多，这一辆车可能坐不下。我刚刚去一班那个车上看了，还有几个空的座位，有谁愿意过去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可不想去一班，哪会有人愿意去别的班呀？一班。自在同学，顾然。坐我旁边吧。我可以叫你在的。在在。在在。老师，我去一班。好，苏在在是吧？很好，哎，苏在在同学带了一个好头啊，还有谁愿意去？老师，我们也去。那行，那个时间快来不及了，你们几个就赶紧上车啊！下车之后记得来找我集合啊。苏在在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你想啊，顾然之前帮我捡到钱包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呢。啊，明白了。九班的怎么来我们车上了？好像是有几个班车坐满了，咱们班人少。马上就当下，快快快！不好意思啊，还这么吵，还让不让人背单词了？怎么了？九班的过来了，带多好。九班怎么了？你不也是九班的吗？还怕遇到同学？谁说的？哎，同学，这里有地方，你们把行李放这儿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
奇怪，他怎么都没看到顾然跟那个张玉让啊？他俩那么显眼，不应该啊。有啊，刚才顾然还帮我放行李了呢。真的假的？哪儿呢？那儿，那个。看不见啊，就俩后脑勺，能看见啥呀？大包小包零食拿着，旅游呢？一个高中生基本的自觉性都没有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一班、五班、九班，这一周的军训演练由我负责。你们可以叫我方教官。谁让你动的？看到斜后方的顾然了吗？命运让我们在香菱方阵，这点困难算什么？还有那个张无让，安让，安让，刚刚你看见没有？偷看我？谁在说话？学会自立，自信。自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听不见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全部都有，原地放松。把所有的零食、电子设备全部上交，给你们三分钟时间，把所有违禁品全部交到前面的筐里。这之前也没说不让带电子设备啊。哎，菜菜，赶紧藏藏点，快！你挺能藏啊！我把 PSP 放裤子里了，怎么样？够机智吧？我突然觉得教官说的对，我们要自律自强。啊！那边的，塞什么呢？教官好。拿出来。报告教官，没了。衣服里面是什么？肉啊。装傻是吧？举起双手，原地跳三下，开始。动作标准，继续。早晚都会变成我的手。蛙跳五十个，准备。出列。这人挺逗啊。好笑吗？报告，不好笑。那你刚刚在笑什么？报告，面部抽搐。装傻充愣是吧？你和他一样，蛙跳五十，准备。我，再磨蹭，再加二十。
是。你是一班的，开学报我们九班，故意的吧你？我可一句话都没说过我是九班的啊。懒得跟你说。跳那么卖力干嘛呀？咱俩相同速度，只要咱俩一块儿跳，就很容易蒙混过关。真的？那当然，你放心吧，我等你。还聊天呢？打算跳到天黑是不是？最后完成那个，明天打扫训练场。哎呀，你说教官怎么？哇，这人骗子小人，我再信你我就不信假。他还真是胜负心挺强啊。习惯就好。剩下的人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宿舍整理内务，另外每个宿舍安排几个人去宿舍楼后面领取日用品。江江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还活着，就是腿有点抽筋。惩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张路让太前走。我觉得也是。我看这还得排一会儿呢，要不我去医务室给你弄点药，顺便囤一点中暑药。行，生活用品我帮你带回去。嗯，你刚刚说的那个张路让是谁呀？就今天跟我一起被罚的那个。其实我觉得他还挺不错啊。他一点人格魅力都没有。或许你们见过顾然吗？顾然，我听说过，高一有两个人特别有名，一个叫顾然，另一个就是张路让。顾然才叫优秀呢，成绩好就不说了，人特别有礼貌，最重要的是拾金不昧，助人为乐，当代帅哥典范。张路让跟顾然简直没法比，没有一点可比性。哎，江家苏在在，可以啊你。其实我一直都很低调。有机会带你去见一下，我会让你说。你说的我现在都想看了。嗯，请报一下班级和姓名。一班。顾然。他就是顾然。这岁数太长了。一班。一班。一班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老师，没人在吗？听说宿舍连空调也没有，那我就吹一下会儿，震一下会儿。我的空调啊。老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好像因为中暑了，所以就躺着先休息一会儿。老师，中暑不能吹空调，我给你关了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用管。哎呦，我这个人体质比较特殊，中暑的时候就是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哎，还有点
恶心，什么办法都没用，就吹着空调能好点。哎，老盛，拿药啊？嗯。登记了没？登记本在桌上，写清楚是几班的，拿了什么，写完再走啊。登记。老师，我什么都没拿，我就是过来先休息了会儿。这怎么还有一个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他病得不轻。说说吧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是在在，以后我就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一些我的日常。今天是2012年9月2号，礼拜天。以后我就是一名高中生了。虽然想到明天的军训有点头疼，但是我带了很多零食，应该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周。哦，对了。今天要感谢他，让我重新遇到了一个人，而且我还知道了他的名字，顾然。谢谢他让我的钱包失而复得，突然觉得之后的每一天都变得让人期待了。哎，苏仔仔，你怎么还把门锁上了？明天还有军训，不知道啊？知道了，妈妈，马上就睡。反正我，苏仔仔。先不说了，晚安。嘿，觉得荣幸吗？今天我好像只做了两件事，都与你有关。